好了，同学，同学们，大家就说好了五十啊，我们就正式、正式、正好了就五十，我们就回来。然后呢，呃，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整个接下来的整个第三模块呢，我觉得先给大家去把整个的框架，包括里面可能最重要的一些知识脉络和，和和知识点，我们先给大家做一次梳理。然后梳理完了之后呢，接下来的每一季当中，我们只去提示大家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点就 OK 了。 啊，这样的话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整个价值评估啊，如果用的是这个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呢，其实都是同一个模型。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模型当中那两个最关键的因素：现金流量是什么，对吧？折现率是什么？然后我们对应的怎么去使用它，然后怎么把这个价值给计算出来。所以它的整个的思考方式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比较容易去形成我们的体系。所以我们带着大家来梳理一下。那梳理这个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脉络图了。所以这。 其实脉络图，希望大家在你们的这个九十九季当中呢，你把它翻到最后一页，你会发现我们九十九季最后啊，其实有一张空白页，对吧？这张空白页就是帮助大家去做一些值比较大的这种笔记梳理的。啊，所以你可以把它翻到啊最、呃、我们的最后，然后我们先带着大家一起来梳理梳理整个第三模块所涉及到的所有内容。来。 呃，我们来说一说啊，来，呃，这个整个价值评估的应用呢，我们包括了这么几个部分啊。价值评估的应用包括这么几个部分啊。你可以这个先画一个比较大的图啊。价值评估应用，我们会涉及到什么呢？会涉及到债券怎么评估，对吧？会涉及到我们的股票怎么评估。 然后会涉及到项目怎么评估，会涉及到公司怎么评估，还有涉及到期权怎么评估。所以这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第三模块，我们会涉及到的核心的内容。当然，项目我们评估的内容呢，会放到第四模块去，但是它其实也是我们整个价值评估应用的一个部分。 好，这是我们核心涉及到的几点。然后接下来呢，由于我们这个 PPT 这个呃篇幅有限啊，所以我怕这个字儿太小了的话，大家可能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就把它拆开来，一个一个来说。但大家在写你们的这个框架的时候，你们可以就沿着这个债券往外再去这个写，就就往后再去写就好了。但在这儿我们就这个换一屏，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讲。首先我们来说这个债券啊，债券。 大家先想一想，我们所有的这种资产，我们在做评估的时候，其实如果用的是现金流量折现模型，我们就解决两件事儿：第一，我们的现金流量是什么；第二，我们在折现的时候，请问这个折现率该怎么定，对吧？无非就这么两个问题。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债券，债券的层面上，请问现金流是什么呢？啊，我们要做现金流量折现，那它的现金流是啥呢？它的现金流是利息和本金。 利息加本金，好，这是现金流。然后我们在折现的时候呢，你应该用什么折现率呢？你应该用啥折现率？应该用债务资本成本。债务资本成本。好，那么接下来又来了，利息和本金其实你相对比较容易确定。那请问债务资本成本咱们怎么算呀？ 这个时候，你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债务对应的利息到底是怎么支付的？我们的付息频率是不是一年只付息一次？如果我们是一年付息一次的情况，最简单，什么有效年利率啊，什么票面利率啊，什么计息期利率啊，全部都一样，对吧？都是那个年利率。但是如果我们是一年付息多次，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请问我在计算这个债务资本成本的时候，我用的是什么口径呀？这个债务资本成本，你用的是什么口径啊？你用的是第一有效年利率吗？啊，第二你用的是计息期利率吗？第三你用的是票面利率吗？请问大家，这个你用的是哪个呀？你这里面如果我们要是一年复息多次的情况下，请问债务资本成本，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三个利率当中的哪一个？有同学说计息期利率是吧？错。 刚才我说的那三个利率哪个都不对，三个都是错的。有人说那不就是计息期利率吗？不是的，计息期利率，大家来想一想，我们在之前介绍那三个利率的时候，它是怎么算的？是我们的这个票面利率，对吧？然后直接除以我们的年复息次数，就得到了计息期利率。但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计息期利率，也不是从票面利率直接去除以我们的复息频率算出来的，而是。 一个有效年利率，我们把它折算成期利率的概念。所以在这儿，请大家注意，我们在计算这里的债务资本成本的时候，出发点不是票面利率，而是年折现率。这个年折现率，它不是票面利率的口径，它是一个有效年利率的口径。 这个数能不能用呢？在一年一次的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年多次的情况下，你就不能用它了，你要把它折算为我们所说的七折现率，七折现率。啊，所以这个七折现率跟我们所说的计息期利率，它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稍微有点区别。 啊，它虽然也是跟我们的计息期频率是一致的，但它的计算并不是通过年折现率直接除以复息频率算出来的，而是通过年折现率这个有效年利率的口径把它倒算出来的一个。 七折现率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在计算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啊相相这个呃错错位的这个方式啊，所以在这儿我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在计算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通过有效年利率来折折算，而不是直接用票面利率来进行计算啊，所以在这儿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债务资本成本这个的确定啊，具体的计算方法等我们一会儿回到。 啊，具体那一季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去做一个公式的展示。我们在这儿希望大家就要注意我们的口径的问题就好了。这是第一项资产的价值评估。那么有了现金流，有了折现率，接下来的折现你会了吧？就是按照我们画到一个时间轴当中，那利息折现、本金折现，最后加起来就是我们整个债券的价值。来问，我问大家再有一个细小的问题啊，利息和本金在折现的时候利用的折现系数一不一样啊？ 一不一样啊？请问利息用什么年用什么这个折现系数啊？利息我们在进行折现的时候，我们用哪个系数来折现？用年金限制系数来折现，对吧？那本金在折现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来折现呢？用复利限制系数来折现，是吧？是这样吧？啊、嗯，是这样的话，那大家又错了，又错了。你看，但凡我们在财产当中讨论这种问题的时候，请你都不要一概而论。 你遇到了大部分的题目确实是这样的。来，我问问大家：假设本金并不是到期一次还本，本金是随利息一起来还的，每一期既还本金又还利息，逐期支付本金加利息。请问你本金还能用复利现值系数折现吗？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要想当然的就把所有的情况都统一为就是这一个方式啊，本金一定是用复利限制系数，呃，利息一定是用年金限制系数，它还真不一定。你看，如果我是利息不用逐期支付，是随本金到期一次还本付息，那你的利息本金都是用复利限制系数。如果你的本金不是到期还本，而是逐期跟利息一起还本，那这种情况下，你的利息和本金都要用年金限制系数。 只有利息逐期还，本金到期一次还的情况下，那你的利息用年金限制系数，你的本金用这个复利限制系数折现，对不对？所以，请大家注意了，考试的时候看清楚题目条件，不要想当然去做。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没看清楚题目条件，做题的时候想当然的去做了，所以做完了之后感觉自己哎呀，这道题目真简单，没有注意到考试的这个命题老师给你挖了一个大坑，在这给你放着呢，自己没看到。 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啊债券啊，我提示到了这几个点。第二个呢，我们再来说，呃，我们所讲到的股票。哎呦，这个这个笔是怎么回事？哎，第二个股票，同样的，作为股票这个资产呢，如果用。 这个呃现金流量折现模型，我们仍然确定的是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现金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折现率。那第一个，我们先来说现金流啊。股票的现金流包括了什么呢？第一个，逐期在你持有期间支付的股利，对吧？还有呢，第二笔，第二笔现金流是什么呀？来，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除了股利以外，请问股票还有没有现金流啊？这现金流是什么？ 啊，同学说资本利得是吧？来，你又错了呵，你又错了。请问资本利得是怎么算出来的？资本利得是差额。资本利得，比如说我们今天买这个股是十块钱，假设我两年之后我把这部分这个股卖出去的时候，我卖的是二十块钱。请问资本利得是多少？资本利得是二十减十，10, 这个十块钱是你的资本利得。但是你的现金流量，你的现金流量是资本利得吗？ 你的现金流量，最后你在两年之后出售的时候，你是卖出去了二十块钱，你是拿到了二十块钱的，对吧？这个二十块钱是你的现金流。你现在买这个股票，你花的那个十块钱，是你当期的现金流出。你未来把那个股票卖出去之后，那是你最后卖那个股票所获得的现金流入，啊，那资本利得是什么？资本利得是这两者中间的差，但这个差不是现金流，所以真正的那个现金流是你当时出售股票的所得。 出售所得啊，所以这是你的卖价啊，所以在这儿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些特别特别细小的地方，财管它确实，啊，你说它难吗？其实啊，你看，同样都考的是货币时间价值，考的都是这个现金流量折现模型，这有什么难的呢？就是分析清楚现金流，分析清楚折现率，然后一折现不就完了嘛？但你看，你容易错的点全都是在些细小的细节上，你稍微不注意，题目当中给你的资本利得的数据，你上来就用错了。 对吧？那你要用的其实是它未来的那个售价。好，这是第一点关于现金流量。第二点，我们在计算折现率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什么折现率啊？应该用股权资本成本。股权资本成本，对吧？好，那股权资本成本我们怎么算呢？我们其实会涉及到好多的模型。 其中最重要的模型两个啊，我们在这里面就说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叫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我们简称 CAPM，啊，这是它英文简称。那你要知道，它指的就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这个模型你熟不熟悉啊？这个公式你应该是张口就来了啊。它应该等于什么？R_S 等于 R_F 加上贝塔乘以 R_M 减 R_F，对吧？ 这个公式你应该非常熟悉了啊！那这个公式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的参数，考试的时候在哪容易给你挖坑啊？大家知道吧？我们已经介绍了好多次了，对不对？就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小小尾巴，这个 Rm 减 F 上面给你挖坑。题目当中肯定不会给你直接把这个公式给你写出来的，它一定是用文字来进行表述。那从文字表述当中，你要能够判断的清楚，它给你的是 Rm 还是这个差额。 啊，这个差额我们往往会在文字表述中体现出来，什么溢价呀，然后什么补偿呀，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名词。那如果他给你的是一个，比如说平均收益率水平啊，等等这一类，没有体现出来差额，没有体现出来溢价，没有体现出来补偿，那么他给的都是 R M 啊。所以在题目已知条件判断的时候，请你在这儿要判断清楚。好，这是第一个模型。第二个模型，我们在考试的时候经常会使用到的是鼓励增长模型。 股利增长模型。好，那这个公式呢，其实你也要能够张口就来，因为它也非常的常见。这个我们会用到的是去计算股权资本成本。那这个 R S 等于什么？等于什么？等于 D 一除以 P 零加增长率 G 啊。所以在这儿呢，这个地方，这个公式在使用的时候，请问坑在哪儿呀？ 你也应该非常熟悉了，就是这个第一还是第零的问题。题目条件当中，它给你的，比如说是最近一期支付的股利，请问这是第一还是第零啊？啊，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我题目当中给你的条件是最近一期支付的股利，请问这是第零还是第一？是第零，对吧？所以你判断它是第零还是第一的时候，很简单，就是看它的描述有没有支付。如果已经支付了，那么它就是第零。 如果他还没有支付，是预计要支付的股利啊，下一期的股利，那么这种就是第一啊。所以在这儿题目条件当中给你的数据判断清楚了，那你这个公式就能够用对。这是我们在股票的价值评估当中会涉及到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项目。虽然项目它是涉及到了我们下一个模块的内容，但在这儿我们先把整个大的框架。 用相同的这个逻辑，我们把它稍微梳理一下，那也便于大家把它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我们到下一个模块的时候再把它具体展开。我们在这儿先讨论项目的价值评估这一个点。那项目的价值评估，同样的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我也要去分析现金流和折现率。但是项目稍微复杂一点的呢，是因为我们的项目纷繁多样啊、呃，有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项目。我们在进行具体的项目决策的时候，会在不同的场景下。 针对不同场景的决策，我们考虑的现金流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先要分一分项目。来，第一个项目，第一种项目叫做独立项目。那独立项目我们在考试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其实就是完完全全新建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要新投资一个项目。 啊，新这个呃新建一个这个大的这种生产线啊，那等等这一类，我们都把它称之为叫做新建项目。那这种新建的独立的项目，要不要去投？要要不要有没有这个价值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对新建项目进行价值评估。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到一系列的指标，这些指标包括，比如说 NPV 啊，这是什么呀？净现值，对吧？还有现值指数 PI。 然后呢，内涵报酬率 IRR，还有 PP，这个叫做回收期啊。所以在这儿我都不先没有用中文了、啊，这我们就先用这个呃字母的简称。大家知道这个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指标，什么净现值啊、现值指数啊、呃内涵报酬率啊、回收期啊等等这些指标，可能都是我们在独立项目评价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那么现金流量折现这个模型，我们在具体哪个指标计算的时候用呢？就是它，对吧？ 所以，我们真正在这里面进行价值评估的时候，我们计算的指标就是这个净现值。那在计算这个指标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的现金流就是期初的现金流、期中的现金流、期末的现金流，我们分别去讨论啊。所以，我们的整个的项目分析其实都是分期初、期中、期末去进行展开的。好，我们先放在这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的项目。 除了单个项目我们去进行独立评估以外，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一类项目，叫做互斥项目。那最典型的其实就是我们在考试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更新改造决策，就我到底要不要去更换设备？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涉及到其实是两个项目去做一个优选的比较，这两个项目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叫做继续使用旧设备，继续使用旧设备。第二个叫做更新设备，对吧？实际上是这两个项目，我们去做一个优选，到底我应该继续使用呢，还是我应该直接去更新改造呢？哎，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更新。 改造这种项目，这种互斥项目当中，我们要去做一个选择。第三类项目，我们叫做在总量有限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百万，总量有限，预算有限，我的资本如何分配？总量有限，资本分配。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系列的选择。 那么在这些选择当中，我如何去进行组合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我们如何组合出来的这个这个投资啊，或者这个项目，它的组合的净现值是最大的。哎，这是我们所讲的，在项目的价值评估当中，我们会涉及到了三种不同的项目的决策类型或者不同的决策场景。好，这三种状态下，我们再去进行项目价值评估的时候，用的方法都是统一的。 啊，所以前面我们这里是先梳理一下我们具体在项目的价值评估和项目决策当中所遇到的三种场景，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针对这三种场景当中，我们去进行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决策的评估的时候，我们用的是统一的逻辑，这个逻辑仍然是现金流量折现模型，所以我要确定的仍然是两块，一个是现金流，一个是折现率。那在前面的这三种场景下，我的现金流怎么分析呢？都是统一的模型。 请你分清楚期初的现金流、期中的现金流和期末的现金流，啊，来进行具体的分析。所以，无论在这个哪个场景当中，请大家都要把这个现金流分好阶段。哎，在期初零时点的时候，我的现金流有哪些？期中整个运营期间，我的现金流有哪些？期末我的现金流会有哪些？然后分别去进行计算。 然后分别在未来去进行折现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点。你在现金流的层面上都用统一的这个三段论的这个方式去把它给划分清楚。第二个，现金流确定好了之后，我们要去确定折现率。那这个时候的折现率，请问用什么折现率啊？用什么折现率？大家评论区告诉我。如果你要对一个项目的价值去进行评估，这个时候的折现率选什么呢？选什么？选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来，这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请问它是什么维度的？它是什么维度的？它是项目维度的，对吧？我们来理解理解，什么叫做项目维度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也就是说，我要去看一下，我为这个项目我是如何筹集资金的。这个项目我可能有百分之八十的钱是股东给的。 剩下百分之二十的钱，我是找银行借的。那这个时候，我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在计算的时候，就会有百分之二十的债务资本成本进来，以及百分之八十的股权资本成本进来。所以这样，我加权平均出来的综合的这个项目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用于这个项目来进行现金流折现，对吧？这是我们用于这个项目现金流上所有的风险调整到了我们的折现率当中。这是我们所讲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那它跟我们另外一个维度，就公司层面上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是因为站在公司大的这个层面上，可能我们的债和股的比例啊，并不是二八开的。我们整个公司的层面上的债和股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的股，百分之三十的债。只不过为你这个项目呀，我们减少了债的比例，增加了股的那个比例。 所以你的这个项目本身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跟我们公司整体的那个加权平均资本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不能直接拿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来算，而要用你项目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算啊。所以这是从口径的角度上，大家要稍微理解一下。我们在这儿我要把它跟公司层面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给区分开来。但是从考试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个数据很简单。 这个数据考试不会为难你的，基本上是以已知条件的方式直接给到你，然后呢，你就直接去使用来进行计算就好了啊。唯独在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点稍微麻烦的，就是你在计算的时候，它可能会让你去进行一些这个调整啊，比如说我们后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这个。 呃，比如说这种加载账点儿、卸载账点儿啊，然后去调整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股权资本成本，然后再去计算我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唯独就在这儿可能会给你设置一点障碍。其他的，如果它不在那儿去给你设置障碍呢，这个数字一般都是已知条件直接给的啊，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部分的内容。更多的考试的难点在这儿啊，考试的难点在于现金流的分析啊，这个部分期初、期中期末全都是坑。 啊，坑特别多啊，所以这个部分是需要你重点把握的。好，这是项目，项目我们等到这个第四模块的时候，我们再具体把它展开，给大家逐个去进行介绍。接下来我们再往下去走，除了项目以外，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呢？是公司的价值，我们如何来进行评估？啊，公司的价值如何评估？公司价值评估当中，首先大家要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在。 呃，这个资产的价值评估当中会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涉及到了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是我们所讲到的最常用的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对吧？现金流量折现模型。 所以这个模型呢，就跟我们前面所说的两个维度是相同的，一个考虑折现率，一个考虑我们的现金流。那我们先来说现金流，现金流的角度上，你其实有几种啊？有几种啊？有三种，对吧？这三种现金流就对应出来了三个具体的模式。第一个叫做股利流的模型，股利流模型，啊，第二个。 叫做股权流模型，第三个叫做实体流模型。所以从名称上你就能看得出来，我所使用的现金流是不同的。股利流的模型当中，我所使用的现金流是股利现金流量；股权流模型当中，我使用的现金流叫做股权现金流量；那实体流模型当中，我所使用的现金流量叫做实体现金流量。啊，这是流量层面上的区别。 那么，正是因为我流量用的不同，那对应的折现率或者下面的资本成本用的也不同。那么接下来我要问问大家，首先，股利流不用说了，股利流可能用的股权现现金流量啊，股利现金流量，下面用的是股权资本成本，股权现金流量模型其实也一样，上面用股权流，下面用股权资本成本。那我问你，股权流怎么算？股权现金流怎么算？用实体流减债物流来算。 对吧？这是一个倒挤的方式算出来的现金流量。那么实体流怎么算呢？你看这里面我们要算股权现金流量，我们得用实体流减债务流。那请问实体流怎么算呢？下一个模型，实体现金流量我们在进行计算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考试时候相对考的频率更高一点的。也就是说，这三个模型其实都有可考性，但是从考试频率来说，实体现金流量这个模型考的频率会稍微更高一点。 那么，实体流当中，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现金流。首先是实体现金流量。那实体现金流量，我们应该等于什么呢？就要用到我们前面的那个第二章的等式了。它应该等于我们的税后经营净利润减去增加的什么？增加的净经营资产，增加的净经营资产。 然后这个增加的净经营资产，如果我要把它按照这个长短期去划分一下，它又等于什么呢？它等于我们增加的经营营运资本，再加上增加的净经营长期资产，对吧？ 啊，这是我们所说的，你如何去计算实体现金流量？这是我们第二章所学的。那你能够把这个公式，也就是我们管理用报表当中的这些利润表啊、资产负债表啊，如何把它调整出来一个现金流？这个你要能够熟悉。而且在这里面的调整方式其实也不止这一种，我们可以用什么？我们可以用所谓的直接法、用间接法、用分算法三种不同的方法来计算我们的实体流。所以在这儿，请大家务必要把它跟第二章的内容结合好。 然后在这里面，如果我们已经把现金流确定完了之后，请问折现率是什么呢？折现率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这里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跟我们刚才所讲的项目价值评估里面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有什么不同啊？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公司层面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对吧？它已经不是在评估一个项目的价值了，它是在评估整个公司的价值。因此，你这里面又用的是实体现金流量，那你对应的折现率就应该是用的公司层面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作为折现率来进行使用。好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呃第一块，就是现金流量折现模型。那我们大概所涉及到的内容就是这些。第二个模型呢，我们称之为叫做相对价值评估模型。 或者我们就简称为相对估值模型。好，相对估值模型当中又有三个小模型哈，这就我们为什么说公司价值评估相对比较复杂，就是因为里面的模型比较多。那相对估值模型当中包括了市盈率模型，我们简称叫 PE 模型；然后市净率模型，我们简称叫 PB 模型；市销率模型叫 PS 模型，啊。 那么这三种模型，我们在具体使用的时候，其实指标是不太一样的，适用性也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针对企业的不同的情况，你要去选择到底我更加适合采用哪一个模型来进行具体的估值。比如说，呃，对于一个相对这个已经没有盈利的公司，啊、呃，没有盈利的公司，啊、呃，就是已经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净利润，啊、呃，它已经连续亏损了。 那这种情况下，请问相对估值模型当中你用哪个呀？相对估值模型当中你用哪个呀？果是亏损的情况下怎么办呀？怎么办呀？用哪个？还不太确定，对吧？因为条件不够充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知道首先市净率的模型、市销率的模型可能是可以使用的，但首先我们知道市盈率的模型肯定用不了了，因为你现在企业亏损的，我用市盈率模型算出来你的价值是负数，没有意义。 所以我只能选下面两个，但是我还要进一步去看呀。你这企业亏到啥程度了？你这企业已经亏到资不抵债了。那这种时候，你的市净率模型还有用吗？没有，净利、净利润不仅是负的，你的净资产都是负的。这个时候，你的市净率模型算出来的企业价值也是个负数，也没有用。所以市净率也不能选，只能选市销率了。但选择市销率的时候，我还要稍微去看一看，哎，你这企业是不是销售成本率比较低？ 或者你是不是销售成本率趋同的传统行业？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一看市销率算出来的那个结果是不是可信的，是不是可用的？那么我再问大家，假设就是特别不幸啊，你弄了半天，那你,你这个企业资不抵债，又不能用市盈率，又不能用市净率，然后发现你的销售成本率还特高，然后呢，你也不是在销售成本率趋同的传统行业，所以呢，好像市销率这个模型也不太适合，咋办？ 咋办呀？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都没有太合适的这个方式，那你怎么办呢？大家想想怎么办？怎么办？哎，这时候第一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去用修正，第二种方式压根儿你就不要用相对估值模型，你就老老实实回过头去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去做评估。所以大家在现实的这个工作当中啊，首先你要知道。 咱们在进行企业价值评估的时候，并不是说相对估值模型可以取代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啊，或者说我们在实务工作当中，并不是说我们在二选一，更多的时候是什么？是两个并行，我们既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去做企业价值评估，同时也用相对估值模型去做企业价值评估，两个模型在具体工作场景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上面的一个现金流量折现模型是真的帮我去算这个企业价值的，而下面的这个相对估值模型其实是帮我去判断我上面所计算出来的那个企业价值是不是合理的。所以下面的相对估值模型往往给到的是一个区间，你看我后面会找一系列的可比公司来帮助我确定这个相对估值模型计算出来的价值到底是多少。 那我会找一些同行业可比的比较好的公司，以及相对比较差的公司。那我算出来这个相对价值不就是一个区间吗？那我最后要判断的是什么？我要判断的是我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所算出来那个企业价值有没有真的落在我的相对估值模型的那个估值区间内。如果落在这个区间内了，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我上面这个这个基础还不错。哎，这个结论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你算出来的上面这个估值结果没有落在下面这个区间，超出了或者还没有到最低，那说明你上面的这个估值模型可能不太可信啊。所以它在现实生活当中场景的运用是这样的。好，所以在这儿大家要首先清楚这两个模型我们具体到怎么用。然后呢，刚才我们所说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指标不太好。 去计算或者不太适用，那怎么办呢？咱要做一下修正，所以往下修正的时候就会运用到一个可比公司法啊，利用可比公司法来修正。啊，利用可比公司法来修正。这个修正的时候，我们有两种具体的修正方法，一个呢叫做修正平均法，啊，修正平均比率法。 还有呢，叫做股价平均法。股价平均法，哎，这字写的太糙了。好，那我来问问大家，请问啊，请听听清楚了，请问这两个方法当中，哪个方法是先平均后修正？啊？ 修正平均比率法和股价平均法这两种方法当中，哪一个是先平均后修正？哪一个？第一个，对吧？就是这个修正平均比率法啊。所以考试的时候你要注意了，题目有没有明确要求你使用某一种方法？如果要求了，那你要千万注意清楚平均和修正的先后顺序，别用错了。 这个时候，你如果用错了，这道题目是不得分的啊！千万要注意清楚了。这是我们所说的相对估值模型，那这就统一起来了。我们整个的公司价值评估就这两块。好，公司讲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讲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比较特殊的，叫做期权。 期权的价值评估啊，它跟我们前面所讲的所有的这种资产的价值评估都不太一样，因为之前我们所讲的都是基本上套用在我们的现金流量折现模型这个大框架当中的，但是期权的价值评估呢，它不是套用在这个框架里的，所以期权这个部分我们要单独去进行讨论和分析。那期权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分为这么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是针对单一期权啊、呃，单一一个期权，单一期权。 我们要分析清楚它的损益，所以单一期权我们着重是在它的损益分析。好，那在单一期权损益分析当中啊，我们往往其实需要关注的就是，哎，我对于这个期权的操作，我到底是能锁定我的最高收益，还是我的最低收益？这个时候，我们的原则叫做买低卖高。 这就跟我们正常的这种金融资产的交易策略是一样的，对吧？我正常如果想要去赚一个特别高的这个差价，或者我要想把这个溢价能够获得,得更多，我肯定是在这个资产相对低价的时候去买入，对吧？然后我在它高价的时候把它给卖出，这个时候我中间的溢价水平，这个时候我获得的收益，自己的资本利得是最大的。所以这是我们往往在做这种投资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叫买低卖高。 那这个原则套用到我们的单期啊、呃、单一这个期权损益分析当中，其实它的这个理论呢，就是我对于那个期权本身啊，我是买的行为还是卖的行为。我是买一个期权，那么这个时候我能锁定的就是那个最低的收益。而如果我是要卖出一个期权，别管我是卖看跌还是卖看涨，只要我的行为是卖出一个期权，那我锁定的其实都是那个最高的收益，或者是。 这个最高的这个净收入水平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单一期权的损益分析，买低卖高。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单一期权，而是一套期权组合，那我们要去分析的就是期权投资组合的问题。 好，期权投资组合啊，我们这里面一共在教材当中介绍了四个不同的组合，所以这四个组合首先名称你得要非常清楚。我在说这四种组合的时候，脑海当中马上过一下，能不能想起来是哪四种组合，对吧？啊，保护性看跌期权，还有呢，泡沫型看涨期权，多头对敲，空头对敲。好，这四个组合的名称你得首先知道。接下来你需要注意的是，四种组合你都要从三个维度上去展开。第一，怎么组的？ 啊、嗯，你知道它叫多头对敲，那多头对敲是怎么组合起来的？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了什么样的具体的这个动作，对吧？这个你得首先知道它的是如何组合的。第二个，我为什么要这么组啊？我这个组合能够实现什么样的效果呀？这个你要在脑海当中马上形成那个图形，对吧？这个图形就是我们要去了解的，它能实现的效果，在图形上你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到，它能帮助我锁最高还是锁最低。 它最后是怎么样的去实现了最后组合的那个收益？这是第二个。第三点就是它的具体的适用性，就是我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或者什么样的投资者他比较适合去使用这样的组合啊？所以在期权投资组合当中，我们解决的就是这三种问题：怎么组合的，实现了什么效果，适用于什么样的投资者。 好，这是第二个维度，期权的投资组合。第三个维度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就是金融期权的估值。金融期权估值。好，金融期权估值当中，我们讲到的有好多不同的模型。第一个模型叫做复制原理。复制原理。 复制原理，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新构造出来了一个组合，叫做借款买股票。我们构造出来一个借款买股票的组合，然后呢，借款买股票这个组合，它正好能够去类比于我们买了一个看涨期权之后所获得的那个收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啊，这样的一个借款买股票所花费的成本，就可以用来去衡量我们买一个看涨期权它所需要付出的那个价格。那这个时候，这个价格就是那个期权的价值。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相当于构造出来一个相同结果的投资组合，用它的这个成本来衡量我们期权的那个价值。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复制原理。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要确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借款额，B，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呃股票数量，因为我们是借款买股票嘛，所以我们就得确定我们借多少钱买多少股啊。所以这两个指标是我们在计算复制原理这个模型的时候，我们核心要确定的数据。 好了，这是第一个模型。然后第二个模型呢，我们要简介绍的其实是风险中性原理。风险中性原理，这个原理在具体使用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二叉树的一个前身。 或者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个二叉树模型，对吧？所以二叉树没有什么额外的这个新增的内容。其实二叉树就是风险中性原理的一个具体应用。那因此，在二叉树的这个模型当中，我们计算那个呃期权的价值，我们算那个 C 零啊，那它等于什么呢？它等于我先把这个公式写出来啊，P U 乘以 C U 加上 P D 乘以 C D，然后除以一加 r。 对吧？那这个时候你看啊、哦，我们算的其实就是上面有一个分子，下边有着分母，这个有没有特别熟悉？这个其实就是最类似于我们的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对吧？有着分子，有着分母，不就把现金流量折现吗？那只不过我们上面的现金流量，现在我们是通过去算一下我们未来这个股价上升了或者下降了所带来的我们期权价值的变化。 那这个期权价格有一个上升时候的价值，有一个下降时候的价值，对应去乘以我们未来整个股价上升和下降时候的这个概率，然后作为我们上面的一个要类似于打上引号折现的一个现金流，然后下面去折现的时候，你除以这个一加 r，只不过这个 r 啊，你要特别注意，它是一个跟我们期权的期限相匹配的一个折现率。 啊，那这个折现率可能是这三个月的折现率，可能是这六个月的折现率，所以在这儿计算的时候，其实是类似于我们的现金流量折现模型的啊。那在这里面的关键核心在于你的上行时候的啊，CU 怎么确定，下行时候的 CD 怎么确定，以及我们对应所发生的那个上行的概率和下行的概率如何去确定的问题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风险中性原理它的一个基本的公式。 好，风险中性原理我们介绍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有模型啊，还有模型叫什么呢？叫 BS 模型。BS 模型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它不考我们的主观题，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不是一个主观题的考点。那么它在客观题考察的时候考什么呢？最关键的就是考它的适用性，所以它适用于第一欧式看涨期权。 第二，我们是不分红的，在整个持有期间不分红，所以呢，在这里面大家要注意了。题目条件当中，如果跟你说它是一个美式期权，你能不能用 BS 模型啊？不能。如果是看跌期权，能不能用 BS 模型啊？也不能。如果在整个期间当中存在分红，能不能直接使用 BS 模型啊？也不行，要调整。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BS 模型主要考察的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呃它的一个条件啊，从客观题的角度。 最后一个点呢，是我们使用的是平价定理。那评价定理它解决的是什么期权的这个价值评估的问题啊？啊，这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啊。它解决的是看跌期权的价值评估。它解决的是看跌期权的价值评估。那解决看跌期权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去使用评价定理的呢？ 哎，我们使用的这个是一个等式，这个等式啊叫做 S 零加上 P 等于 C 加上 p v x 我们用的是这么一个等式来倒算出来我们所说的这个啊、呃、看跌期权的价值。那这里面的 S 零指的是我们的股价啊、呃，那 C 呢指的是我们的看涨期权的价值。 PVX 呢，是我们把我们的执行价格折现折回来的一个值数据。那它本质上其实是等号两边是两种投资组合。你看啊、哦，等号的左边这个、就是、S 零加 P，相当于是我们买了一只股票，又买了一个什么？又买了一个看跌期权。来，大家告诉我，买了一只股票，又买了一只这只股票所对应的看跌期权，这个投资组合叫什么呀？这投资组合叫什么？ 这组合叫做保护性看跌期权的组合，保护性看跌，对吧？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期权投资组合四种当中的一种。 买一只股票，加上买对应这只股票的看跌期权，这叫做保护性看跌期权。右边的这个呢，有一个 C，然后有一个 PVX，说明你首先买了一股看涨期权，同时你又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固定收益啊，这个 X，然后做了一个折现，那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买国债，对吧？你固定收益嘛，固定收益不就是一个债的形式嘛？ 而且你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永续的一个债，所以我其实是算的一个国债啊。那固定收益为 X，就是固定收益为我们的执行价格的一个国债。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它是买看涨加买国债的一个组合。 所以，我们这两个组合，它最后所形成的收益其实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认为这两个组合它所最开始所付出的成本也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就得到这个等式。 这个等式一旦成立了，哎，那我可以找到现行的股价，我可以找到现在这个看涨期权的价值，对吧？看涨期权我们前面都学了一大堆的这种估值的方法，能把它估出来。然后同时我也知道执行价格，那这个执行价格我把它折现，这个数据我也能算得出来。最后你看这个等式当中唯一的一个未知量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看跌期权。那所以通过这个等式，我们就可以倒算这个看跌期权的价值。这样我们就评价定理就应用完了。 啊，所以这是我们整个期权的价值评估所涉及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除此以外啊，除此以外，那这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细节的考点，比如说啊，这个期权的价值到底怎么评估，或者期权的这个价值从概念的角度上，它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一部分叫内在价值，一部分叫做时间溢价。那么内在价值和我们之前所讲的那些资产内在价值一样吗？大家评论区告诉我。 啊、嗯，我们期权所讲的内在价值和我们前面所讲的什么股票呀、债券呀、公司呀、项目呀，它的内在价值，这个含义一不一样啊？不一样。那差在哪儿了呢？前面那些我们讲的都是现金流量折现算出来的那个价值叫内在价值，而期权的内在价值指的是我这个期权没有等待期，当下立即行权我能产生的价值是多少，这个就是它的内在价值。而我后面那个等待期。 我等待的那个时间所产生的价值叫什么？叫时间溢价。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期权价值它的一个主要构成，它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内在价值是不同的。第二呢，在这里面还会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题的考点，来自于金融期权价值的影响因素，对吧？这里面影响因素有很多，有股价、有执行价格、有我们预计发放的红利啊，有我们的无风险利率，还有股价的波动率。 还有我们的到期期限等等，这些指标都是会影响我们的金融期权价值的。那它怎么影响？影响欧式期权，影响美式期权，分别怎么影响？ 对吧？影响看涨期权，影响看跌期权，分别怎么影响？我们有一个大表格，那个表格当中的每一个项目都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考试当中，而且考试频率非常高，几乎每年考我们的期权价值评估那个影响因素的客观题考察是逃跑不掉的啊！所以这是我们整个对于期权的部分，我们给大家也梳理完了。所以到这儿为止，我们把债券，把股票。 把项目、把公司、把期权整个的价值评估的体系，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完整的梳理，有没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框架了？啊，OK 吗？大家还能跟得上吗？我们整体在这个部分肯定比我们前面的那个能量密度要高多了啊，O 不 OK？可以啊，好的。 好了，那这个部分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就正式回过来，大家可以继续往前翻，翻到第三十九季，也就是我们在九十九季当中的第四十九页第三模块，我们从第三十九季开始啊、呃，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里面一些细节啊、呃，需要大家把握的内容。 来，第三十九期我们回到债券的价值评估。债券的价值评估，这些所有的内容当中呢，第一个点我需要大家注意的啊，我只讲坑了啊，这部分我们就不再一个一个逐个的去给大家介绍特别细的内容了，我们只讲坑。第一个，在做债券价值评估的时候，请你看清楚题目要求，题目到底让你评估的那个债券是个什么债券？来，什么叫做确定好评估时点？题目当中让你评估的，如果是一个新发债券。 如果是个新发债券很简单，对吧？它没有过去发行过，它就是从现在开始发行。你只需要考虑这个债券未来的利息和本金，然后往前折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流通中的债券，这个时候你要千万注意了。这个债券的期限是十年，但它告诉你不是新发债券，它是一个流通中的债券，它已经发行了四年。 这个时候，你在进行这个债券价值评估的时候，你应该考虑是未来那六年的现金流往前折现，过去那四年你已经不要考虑了。所以，未来的这个现金流，第一流量你不要选错了。 第二期限别选错了。第三，对应在折现的时候，你要考虑清楚我的复息频率，对应把那些期数啊、折现率啊，然后现金流啊，都把它分析这分析准了啊。所以在这儿，为什么我们说第一步就是个坑？你要看清楚题目要求你去分析的那个债券到底是个什么债券，确定清楚未来的现金流，确定清楚未来的折现率，确定清楚你未来所有现金流发生的期数啊。这是第一个你需要注意的。好，第二个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第三步当中，由于现金流的间隔期不一定是一年，有可能是半年或者几个月，所以你在折现的时候，应该要去找你的七折现率啊，要找七折现率。那这个七折现率要注意了，它不是单纯的用票面利率直接除以这个期数来算的，而是要用年折现率去倒算出来的。所以怎么倒算的呢？你看到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了。 如果是一年复息多次的，你的期折现率是怎么算出来的？是这么倒算出来的啊？是用你的那个年折现率啊，它是直接在上面去看呃这个呃乘呃这个 m 分之一的这个指数，或者说开 m 次方，然后去倒算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在计算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啊，怎么去把这个这个计算给调整好。 啊，那从考试的角度上呢，还记不记得我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这个记忆我们的有效年利率和这个对应的这个报价利率中间的那个关系？还记不记得？为什么要为什么要去记？因为考试的时候在这不会考你特别复杂的。跟你说按季度支付啊，按月支付可能吗？那你在计算的时候，你请问这个计算器你咋算呀？如果他只让你带这样的计算器上去，怎么办？ 只能用电脑上面附带的那个计算机的功能，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真题考察当中，没有考出你这么复杂的计算，什么开四次方呀，然后开十二次方呀，没有过。那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其实都是开平方。那开平方，其实你就要注意了，哎，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在考场上再去算呀？不用，那你怎么办呢？ 其实就提前在考场上考场之前，就把那个对应比较容易考的什么百分之六、百分之八、百分之十，它对应的这个呃有效年利率是多少记住，比如百分之六对应的是多少，百分之八对应的百分之八点一六，百分之十对应百分之十点二五，对吧？就这些所有的，你要是能够提前掌握好了，那上了考场之后，你就不需要再花时间来算，你就可以直接根据我们所这个。 呃，题目当中给你的这个数据，你就可以直接把什么票面利率啊，然后七折现率啊，这些都可以直接这个上来就可以写的出来。好，这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利率中间的一个换算的情况。那这是我们所讲到的第二个坑，你需要注意的。那在这个呃命题角度的这个。 这个部分呢，其实主要会涉及到的就是你怎么去算利息，怎么去确定本金、利息呢？注意清楚我们的复息次数，本金其实就是你的面值，然后折现率确定的时候要看清楚你的这个题目要求。题目要求它有可能不是说年折现率，它有可能告诉你什么资本成本呀、当前的市场利率啊、必要报酬率啊、市场的这个报酬率水平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有效年利率的口径啊。然后如果是一年复习多次，把它。 换算成七折现率啊，然后在折现的时候注意清楚，把期数和折现率都调准了。然后最后在如果考试它没有让你算价值，它反而让你去计算到期收益率怎么办？怎么办？用内差法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几个在计算的时候需要你提示提示注意的要点。这第三十九计，然后第四十计啊。 还是那句话，第三十九季，由于它其实是一个主观题的考察点，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九十九季的部分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就把大家容易踩坑的地方，我给你提示到。关键在于哪？关键在于你自己下去去做题。你只有自己做了题，真正掉了坑了，你知道这个地方会容易错了，你真的痛过了，那你下一次才知道啊、呃，我要在这儿避开它啊、呃。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呃。 具体的计算的讲解，我们把它放到飞跃必刷题的部分。我们带着大家来做一道题目，啊，结合一个题目，让大家真真切的去感受一下我们在计算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些点啊，好吧？那在九十九计当中，我需要花更多时间的是帮助大家把这些客观题的内容你上课听明白了啊，在做题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客观题不要再去花额外的时间了。所以第四十计，大家注意。 债券价值的影响因素非常重要的客展题考察点，经常考，而且几乎年年考。那么这个部分，注意有这么几个影响因素：面值、票面利率，这是最简单的，因为它影响的都是我们未来的现金流。你看，面值它影响的是本金，对吧？那票面利率呢，影响的是我们未来的利息。所以你的本金也好，利息也好，你如果这两个数值越大，你未来的现金流就越大，你折现出来的价值不也越高吗？所以它都是我们所讲的同向变化的。 那折现率呢？折现率你是放在分母上的，所以呢，你往前折折价值的时候，肯定它是一个反向变化的。所以这两个都是比较简单的。你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坑在于计息期，看清楚结论了，计息期不要分情况讨论。 不管是折价债券、平价债券还是溢价债券，随着你付息频率的提升，你的债券价值都是上升的啊。所以在这儿我再强调一遍，还是每年都有同学来问说：“老师啊、呃，为什么我在其他的这个教辅书上，或者我之前这个学习的时候，我听到的都是说这个折价债券付息频率提高，价值更低啊；溢价债券付息频率提高，价值更高呢？”哎，这是我们原来教材的口径，现在已经变了啊！你忘掉前面的，不要去考虑了。 现在你就想清楚，如果我是这个提高复息频率，你别管我这些债券怎么发的，提高复息频率不就意味着我钱能够更早的收到吗？你从按年复息改成半年复息一次，改成按季度复息一次，不就能更快的把钱往回收吗？站在你买了一个债券的角度上，如果我钱能够更快的收回来，那么就意味着你越早收回来的钱越值钱吗？ 对不对？那你站在货币时间价值的角度上来去衡量的话，你整个债券的价值也会是上升的呀。所以你就从这个简单的道理的层面上去理解，我们的计息期或者付息频率的加快，它对于任何债券来说都是会导致债券价值上升的。可以了，就这个结论啊，请大家千万注意。第二，到期时间，到期时间，我们在这里画了两幅图。 这两幅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要去区分平价发行、溢价发行和折价发行的债券，因为它的趋势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它的趋势是逐渐下降的，还是逐渐上升的，还是保持平稳的，但最后你要看到它的终点都是面值。 对吧？所以它原来的价格可能是偏离面值的，但最终到到期日的时候，它会回归到面值。只不过回归的过程，它可能趋势是不同的。好，那在这里面为什么有两张图呢？是在于我们在发的时候，哎、呃，或者这个债券它在计算利息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固定的频率啊？如果有固定频率去付息的情况下，那它就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对吧？那这个周期性的波动，这张图当中最关键的是哪个？ 折价发行，折价发行的这张图大家看清楚了，这个线在往上走的过程当中，它的面值的关系是什么？这是考试的时候最容易给你踩坑的地方，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判断题，来，大家跟我一起判断判断啊！啊、呃，我们的小四柱帮我谈一下判断题的这个答题框。第一，某三年期的债券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六。 一年复息一次，如果市场利率是百分之八，那么这个债券在复息期内的价值是不可能高于面值的。来，帮我判断一下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呀、啊？这句话对不对？来，三二一，我们看看大家的答案。错，对吧？来，首先这道题目我们应该要怎么判断啊？第一步你要判断什么？第一步你要判断基于前面的这个债券的描述，那么这个债券是个平价发的、溢价发的还是折价发的呀？ 怎么判断呢？来，票面利率百分之六，一年付息一次，市场利率百分之八，这个大小对比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票，我们的这个债券到底怎么发的？你看啊，市场平均的收益率水平是百分之八，而你这个债券呢，只能给百分之六的收益率水平。那请问，如果我要想把这个债券卖出去，我怎么才能卖得出去啊？人别人都能给百分之八的收益率，结果你只能给百分之六，你还想把这个债券卖出去，你怎么办？ 打折呗，对不对？你是不是得打折呀？所以你只能折价销售。所以通过这个大小对比，你就知道了，它是一个折价发行的债券。折价发行的债券，马上回忆前面的这张图，这张图用哪个？一年复息一次，固定频率的，用后面这张图。用后面这张图，那么它是折价发行，它逐渐向面值回归。那问题来了，他说你的价值永远不可能高于面值，这就是我需要大家注意的。 在折价发行往前回往后回归的过程当中，这个价值有没有可能超过面值？是有可能的。我在往后回归的时候是有可能超过面值的。超过面值这个部分是需要你尤其关注的，对吧？所以他说永远不可能高于面值错，错啊，是错的啊。那这是我们所讲到的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说，某三年期的债券，它的票面利率百分之六，一年付息一次。如果市场利率是百分之八，提高付息频率，债券价值下降。 这个判断对还是错呀、啊？啊，这道题目啊，大家做不做的好啦、啊，这我反复说过了，你还用不用去判断折价、溢价还是平价发行啊？你连这步判断都省了，考虑都不用考虑，管都不用管，直接提高复习频率。债券价值下降吗？错，债券价值上升，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这两个判断。好了，那接下来。 呃，这个有关于通关绿卡当中的这部分内容呢，我需要提示大家的关键一个就是你怎么去判断啊、嗯，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坑，怎么去判断清楚啊，应该是第三个坑了，这是第二个坑啊，这是第二个坑，然后这是第三个坑啊，这个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判断清楚折价、溢价、平价发行到底怎么判断。 啊，你就用那个市场利率和我自己的票面率做做大小对比，然后你能够把这个原理理解了，自然而然你就知道哦，原来我要把这个债券发出去，我要打折呀，还是我得提高价格呀，对吧？那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第三个，你要判断清楚折溢价。第呃，第四个呢，其实主要就在于。 呃呃，这个地方就是、就是高于、等于和低于面值都有可能啊，但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期时间那个地方我已经提示过了啊，所以这个坑跟前面那个坑是一模一样的啊。好了，这是第四十季，然后我们来说第四十一季。四十一季，我们回到一个呃股权的价值评估，普通股。那普通股的价值评估，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它其实最重要的这个评估模型啊，其实就是现金流量折现。 那现金流量折现当中去确定股权资本成本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股利增长模型。那么股利增长模型这个公式你就需要非常清楚了。而公式当中最重要的是在于那个 D 一和 D 零的区分，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把它把握住。然后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一道题目啊，这个部分没有什么额外需要给大家讲的，主要就是我们会运用就好了。你看这道题目说，甲公司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增长的状态，然后呢，固定股利增长率是百分之四。 股东的必要报酬率是百分之十，最近一期支付的股利是零点七五元，然后预计下一年的股票价格是多少？然后让你来算一算。哎，大家来动手算一算，拿起你的计算器，拿起你的草稿纸，我们一起来算一算。看清楚这里面的条件。嗯，A、B、C、D 四个选项，给大家留五秒钟的时间啊，好好算一算啊。这道题目不难，计算步骤也没有那么多啊，但是你得动手算。 而且啊，这道题目是有坑的啊！等下我们来说说你有没有掉进到这个坑里啊？<laughs> 来，大家选一选吧，选什么呀？选什么？三二一，把你们答案选出来。选 D 啊！我看到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同学选了 B 啊！那我们来看一看你错在哪儿了呢？来，第一步怎么算呀？怎么算呀？ 看清楚题目，先问你的是什么？先来看，预计下一年的股票价格有没有看到有两有三个字特别刺眼？有三个字特别刺眼，下一年，它是不是让你算当前的股价？是不是？不是，不是算当前的股价，你算的就不是 P 零，你算的是 P 一。所以大家知道你错在哪了吧？对吧？ 这道题目人让你算的是下一年的股价，不是让你算当前的股价。如果你算当前的股价，你计算 P 零是没问题的。但就在这三个字儿上，你有没有注意到？就这么小的细节，考试这就是真题，就这么考的。那你算的是 P 一，那怎么办？你 P 零是用 D 一除以 RS 减 G，那 P 一呢？是 D 一乘以一加 G，再除以 RS 减 G。 对不对？所以这道题目啊，如果你做过，我相信你肯定印象深刻，因为你第一次做这道题的时候，百分之六七十，甚至百分之八九十的概率你都会错，因为这道题当年的错误率非常高，没有多少同学做对。因为从来大家都觉得，哦，这道题不就是算 P 零吗？哎，你忘记了，这道题人家让你算下一年的股票价格，所以算的是 P 一。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把这个坑找到了，接下来就很简单了。 啊、嗯，你看这里面 D 一乘以一加 G 除以 R S 减 g, g，来，题目当中零点七五这个数是什么？大家告诉我，这个数是 D 零还是 D 一呀、啊？评论区跟我说一说，这是 D 零还是 D 一？D 零对吧？好，D 零，那么上面零点七五，请问后面乘以一加增长率这个百分之四是什么平方？对吧？你不就忘了上面那个平方吗？ 然后再下面除以 R S 减 G 除以百分之十减百分之四，啊，这个计算结果就是十三点五二，正确选项 D 选项啊。这道题目非常容易掉坑啊，所以看清楚题目要求，别这种题目做完了之后感觉自己哎呀，这个今年稳了啊，今年这个考试我肯定能过，结果呢掉坑里了，对吧？这这种细小的地方是你最容易注意不到的，这种就是最后那个分数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大跌眼镜。 啊、呃，这个自己愤愤不平，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对细节的把握不够，读题不仔细，粗心，这些其实是你最容易失分的地方，而且是最遗憾的地方。好了，接下来我们的通关绿卡当中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D 零和 D 一我们常见的一些表述，这部分呢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在前面打好基础的时候，这张表格也给大家呈现过，相信大家做了很多题目之后已经有非常准确的判断了，就是去看你有没有支付。 如果说这个股利已经支付了，那就是第零；如果还没有支付，那就是第一，对吧？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股票价值的评估。然后我们说四十二 G。 啊，我们把四十二季讲完，然后我们再这个休息，好吧？四十二季是有关于债券和普通股的期望报酬率，这个其实呢，它是回过头来算的不是价值了，算的是那个利率了。那这个利率或者是我们的股权的这个资本成本或者期望报酬率，我们在计算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呀？我们的债券期望报酬率要用的是内差法或者逐步测试法。 所以这个方法哦，相信大家这个已经比较熟了。你如果题目做得多的话，这个方法应该是非常熟悉了。那我们是通过哎，用这个相似三角形的这个原理来构建一个我们所说的内插法的等式，然后把这个中间利率啊，或者中间的希望报酬率把它给倒算出来。 那么，在计算普通股价值评估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计算它的期望报酬率，怎么算呢？其实是把刚才的那个股利增长模型去它做了一个变形，所以 R S 等于 D 1除以 P 0加增长率 g。那我们的整个普通股的期望报酬率它由什么构成的？两部分构成。既然我们的未来的现金流有两部分啊、呃，一个是股利，一个是我们未来出售这个股票所获得的现金流，那么我们的收益率也包括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我们在持有股票期间所获得的股利收益率，另外一个部分是来自于我们未来把这个资产或者这个股票卖出去之后所获得的那个差额，那它所产生的收益。所以这部分一个叫做股利收益率，一个叫做资本利得率啊。股利收益率就是 D 一除以 P 零，而资本利得率就是后面的增长率 G。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对于这个期望报酬率如何去理解。考试的时候关键问题在这儿。 所以整个第四十二季啊，它的这个核心或者说它的精华在哪里啊？在这份通关绿卡当中，我带着大家稍微来看一看这个通关绿卡。我是希望大家要课后花点时间，好好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去读一读的。来，债券到期收益率的计算，这是考试的时候比较容易考到的地方，但大家容易产生困惑的点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从何测起，我知道要用内插法，对吧？我知道要用足部测试法，那我到底先用百分之六测，还是用百分之十测，还是用百分之八测呢？哎，这个空关率茶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告诉你从何测起的问题。来，根据题目条件啊，我们可以先去找到这个债券的面值和价格，确定好债券的类型，它到底是折价、平价还是溢价发行的债券，这是你要做的第一步。 判断清楚到底它是怎么发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判断呀，主要其实就是从你的债券价值和面值的这个大小比较去进行判断，或者是从我们所说的折现率和我们票面利率去进行判断。那我们举一个例子，这里面的五年期的 A 债券，它的面值是一千，票面利率百分之八，每年付息一次，买价是幺幺零五。来，请问面值一千，买价幺幺零五，折价还是溢价还是平价呀、啊？ 这还用想吗？这不就溢价吗？对吧？你买价买的贵嘛，高于面值了嘛。这不是溢价嘛，对不对？溢价债券来，溢价债券得到了溢价债券之后，我现在有票面利率百分之八，请问折现率跟百分之八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我们刚才思维的一个逆运算。我们之前是说，我们知道票面利率和折现率的关系，然后我们来。 看这个债券它是怎么发的。现在我是通过面值和买价直接判断了它是折价还是溢价。我再倒过来去看我的折现率跟票面利率的大小关系。好，我现在是溢价发的，我卖的更贵了。票面利率指的是我能够提供的收益率水平，而折现率是市场平均能够提供的收益率水平。那我为什么能卖的贵？ 是因为我提供的收益率水平高于了市场平均所提供的收益率水平，所以我才卖的贵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整个的折现率跟票面利率的关系是什么？应该它比我们的票面利率要低才对，对吧？只有我市场上平均的收益率水平要比我这份债券提供的收益率水平要低，我这份债券才能够溢价发，所以这是我们的原则。 好了，当我们能够判断清楚折现率和票面利率的大小关系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去测试了，我们要去选测试了。好，那我知道我在测的时候，我就应该找百分之八以下的这个利率来测。那请问我是找百分之七还是找百分之六呢？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了，你应该越位去找，就是你不要去找百分之七。 你也不要去用百分之八，你都知道它比百分之八低了，你肯定不能用百分之八测，你要用百分之七、百分之八以下的利率去测。但是，请你往下再越一位，就是直接先去找到百分之六。你找到百分之六的好处是，百分之六算出来，如果你的这个债券价值仍然是小于买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我还需要再往下折。所以呢，你就再往下去选百分之五。 那这个时候，你要能能把整个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价值啊，要把它夹在中间，把买价夹到中间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到了哦，那我的利率也这个找到了两个区间，然后我的实际的那个折现率就是位于这两个测试利率中间被夹着的。那如果你计算出来的价值，假设你用百分之六测测出来的价值大于买价。 那这个时候，你再往上测用7，用百分之七去测，然后让你的这个呃债券的价值和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呃买价啊，它能够啊，它能够把买价夹在我们的测试利率的这个价值中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保证我们整个在测试的时候效率是最高的啊。因为如果你直接拿百分之七测啊，发现不对后你再往百分之六测，发现还不对，那你再往下用百分之五测，这时候你就会多一步。 啊，所以你不如先直接用百分之六测，然后呢，你再根据百分之六的结果去判断我下一个是测百分之七还是测百分之五，这时候能帮你节省一步的时间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进行这个整体的内插法或者逐步测试法的这个运用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我们的测试折线率？好，来通过这个，呃。 跟我跟我这么就杠上了啊？说那老师啊，假设是七百分之七点五呢？啊，你这你这个折现率的那个表里边有没有百分之七点五啊？没有啊，基本上都是我们用这个百分之六、百分之七、百分之五这样去测的啊，都是那个啊没有带后边小数点的啊。那这是我们所说的通商绿茶这个部分，我需要提示给大家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然后呢，根据我们所算出来这个数据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你算出来的这个数据。 请大家看最后的这段话，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到期收益率这是题目要求你算的。那请问到期收益率是个什么口径啊？到期收益率是有效年利率的口径，有效年利率的口径。而你前面在进行测试的时候，假设我不是一年复习一次，是每年复习多次。 这个时候，你所计算出来的很有可能是一个折现期的哦，或者说这个期折现率。但是你最后题目要求你算的是这个债券的到期收益率，这个到期收益率是年有效年利率的口径。所以你算出来的如果是期折现率，还要通过利率换算公式把它折算成有效年利率，你才能给最后的答案。你不能前面的算完了就算完了。 算完了，你算出来一个七折现率，你就说这个就是到期收益率，错。到期收益率是个有效年率的投进，你还得再做一步利率换算，然后你才能给出这道题目的最终答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大家千万要注意，你步骤得走完了，你别走到一半，好不容易你前面的这个折现率得测试对了，对吧？然后呢，题目没看准，那人一年复习多次，你算出来的不是有效年率的投进，还需要再做一步。 啊，所以这是我们提示大家需要特别去注意的。我们未来还会遇到很多这个层面上的问题，比如说像什么资本成本呀，啊，资本成本最后也是一个有效年利率的口径。所以我们在未来去算什么可转债啊、负债、股权证债券这一类的资本成本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计算出来的是一个有效年利率口径的资本成本。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第四十二集。到这里，我们就把前面的债券呀、啊、股票啊，它的价值评估给大家讲完了，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等到九点十五分，好不好？我们等到九点十五分，大家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回来继续后面的企业价值评估和期权价值评估的部分。